意坐在那儿啊？愿意啊。你看，好，现在密室有嘉宾要说，有女嘉宾要说话了，是不是三号阿姨？我是三号嘉宾，不是三号，就是看上这个四号女嘉宾了呗。上去就是男嘉宾看上四号女嘉宾没？上去就搂住了。您现在在表达您的不满吗？老姚，那个导演，那个编导给我编导在那儿呢，说的不会话了。他看上他，他也看上他了，所以就有话。你像这个姐去了，人就跟你没有话。嗯，对，眼睛瞟都不瞟。对呀，他连看都不爱看你，他不喜欢他就不爱看你吗？女嘉宾这个也是。开个玩笑哈，是，咱俩他就要看看，你看什么？哎呀，别的话，你让害怕了。你老要告诉我，那意思完事儿吗？对呀，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做出了同样的一个动作，这样。咱们四号女嘉宾哈，这个当男嘉宾这个姿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砰一下心动了一下？有。那种感觉多长时间没有过了？哎呀，有个6-7年了，然后爱情其实就没有这种。今天又。